这首歌其实它原本是很久以前的人，不是很久以前，就是它是曾经有人在翻唱过，然后他就是去参加了《我是歌手》，他的名字叫做徐佳莹，他唱了一首歌叫做《喜欢你》。OK， 就是要等你们这句话跟我告白。好，来，再来这首《喜欢你》送给大家。文山老师可以喜欢你吗？哦，可以。平子文，我抢走尔山老师了，不好意思哦，来不及了，来放歌，放歌。尔山老师是我的，尔山老师是我的。好，这是今天真的是我的最后一首歌，然后我希望之后呢，大家还有机会的话，能够再唱歌给大家听，谢谢。喜欢你，因为你的外衣让我想。落在你身体里，喜欢你，借我你的梳子，让我用柔软头发抱你，喜欢你，车窗上的雾气，仿佛是你的爱在。笑的眼睛，连日落也看作春意。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，你的脸慢慢贴近，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。我喜欢。这首很适合跳华尔兹。老师，老师，我应该给你跳一支。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带我。某一个人，我也不要说是谁了啦，就是反正那个眼睛很大，很盯着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那个我们小姐还未婚，那好了。其实卢凯的姑娘是卢凯的男子唱给卢凯的姑娘听啊，因为
我们现在都很难被追求到，所以我们就只好自己唱给自己听这样子。你可不可以不要说出我的心里话，这样子很伤人。因为我今天要把你卖出去啊。好，谢谢啊。那个你们很喜欢的，等一下到服务台下面。我要卖出。对对，而且还要先经过什么关卡这样子。对对对，买五件衣服。太简单了嘛。主任，你们是要什么关卡吗？真的爱动我的时间。喜欢看着你佩戴白的花，在舞池里跳，怒开的姑娘，怒开的姑娘。喜欢看着秋千摆动后，你羞涩的模样，怒开的姑娘。这边的故事，那我很